随着台湾设计文创风气的兴起，高雄市立美术馆在9月24日起推出为期4个月的木下大展。阿尔丰斯·木下是18世纪的捷克人，其写实的风格搭配华丽繁复的装饰纹样，在百年前掀起一股巨大的新艺术运动。而这样浪漫唯美的生活态度，也像一阵阵波澜般持续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木下风格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让人回味无穷。那木下这个人基本上来讲，他是我们所谓的新艺术的大师。当然他，我们也常讲把他称为他叫所谓的商业设计之父。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基本上他的非常多的一些作品，那事实上把所谓的古典艺术跟随着工业设计，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很多的一些商品本身并不是很注重设计的。但木下其实他把很多的所谓的艺术设计的部分带到所谓的商业设计的一个设计包装里面，包括他的发迹其实从所谓的剧场的海报，然后到后来很多对所谓的商业设计的海报的部分，包括像很多的香水啦，甚至脚踏车，甚至我们才讲说的一些饼干盒、茶盒，我想这些东西基本上呢。都是说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做一个商业设计之父，当包括很多这些的所谓的设计到现在来看呢，都还是非常的新颖。那在这一次的一个展览当中呢，我们把它分成6个时期，第一个是巴西发迹的波西米亚人，那第二个时期木下风格，第三时期享誉国际的艺术家，第四深具宗教情怀的木下，热爱祖国的木下，跟具有哲学师特质的艺术家。我们是按照他本身从他原本从巴黎的发迹，到整个所谓的在那个美好年代当中的时候，刚才提到很多商业的蓬勃的发展，让这些艺术家他也有机会在所谓的不管是海报设计或相关的一些这个部分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不同的一个年代，那到后来事实上在所谓的在万国博览会，就是20世纪初1900年的时候，在时候呢，事实上是木下大放异彩的时候。那我们在他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呢，我们把按照这样的部分来去做相关的一个延伸。所以事实上他整个来讲，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木下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好，而且他早期他从刚到巴黎的时候，那因为他的去了大概1年多左右，后来他原本的 sponsor 就他的赞助呢断了之后呢，但他又不想回去，所以他那时候就要找了一个工作，在那边他是做插画家，所以他开始其实是插画。那插画之后，后来来到这个剧场，来到这个剧场，等于算是应该说就是莎拉那时候临时需要画那幅海报，但是因为原本要帮他画海报的人然后放鸽子了，所以他是临时受托上去，而且是连夜去赶着画这个海报。结果没想到海报一贴出去之后，造成非常大的轰动。第一个包括它的尺寸是那种等高人的，这个部分在以往以前来讲是从来没有的，以前大概就是一半大。那它是其实两个石板画把它拼接在一起，所以等会其实在看到这个画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中间是有那个拼接缝，因为石板画的部分。那而且它这东西一出来之后，其实就造成就是它，你知道，就像海报一贴出去，在街头上就被大家就晚上哦去把它偷撕下来做保存，然后有些人甚至会到那个石板印刷厂那边去拜托，是不是可以留一张给我？就它就引起这样非常非常大的轰动。木下他在剧场海报设计成功之后，事实上到后来有非常多的一些所谓的厂商邀请木下为他的商品去做一些设计。那非常代表的是很多的一些一样是海报，包括像这个是所谓的我们的脚踏车，脚踏车的，那当然它里面当然重点女性，像这种柔美女性是他所有的在他系列海报当中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因素，他的长发飘逸，他的花卉，然后到这一个的话来讲是他为一个沙龙所做的一相关的一些的海报，然后这个是他为那个纸卷烟所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海报。
的现在的很多的水的木下的风格当中，包括我们在很多室内设计的一些线条啊，包括那种花纹啦，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植物花卉，很多在这个地方来讲啊，在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新艺术，我刚讲那种新艺术的风格。那因为木下本身是这样的一个翘楚的代表之一，那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大的风格。好，在所谓的就是1900年前后将近那10年当中，好，其实是试水的新艺术风格啊，它很多事情它比较细腻，比较繁复。当后面的话就会比较简洁时代，那时候就是那所以但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来讲，就刚才提到它那种线条上面，所以我们常常在很多现在所谓在讲所谓的欧洲的餐厅或怎么样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那种繁复的这种所谓的梁柱啦、线条啦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新艺术的风格很多实际上是木下风格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这个就是他木下基本上为所谓的这个饼干盒呢当时所做的一个海报的部分。那各位看到现在我们会很清楚知道，他所有的在整个商业设计的部分来讲，其实我他的那种所谓浪漫唯美的这个女性的部分是在他的里面所去呈现，而且他把他整个就是把他的整个设计部分把它变成艺术化。好，其实他除了把一些特定的一些可能商品的品牌标示出来之外，他常常会用画去让你去感受到他的这个所谓的商品的美好的部分。这是他为所谓的香水啊，香水所做的这个海报之外呢，我们在这次展览当中不单是他的香水海报，包括他为所谓的香水所做的那个香水的里面的香水瓶以及他的外包装。好，那基本上呢，那我们为什么称木下做商业设计之父？事实上，他把很多的一些原本不具有美感的这些所谓的那时候的商品呢，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美感化。木下唯美的风格设计，让商品不只是商品，也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态度。其设计概念的影响之深，让国内设计师纷纷一展长才，对木下大师致敬。这个部分的香水是那个我们国内林国栋啊设计师林国栋老师，他针对木下。事实上就是我们在木下这一次他们的一些商业视频作品里面也有香水，那他为了对跟木下大师致敬呢，特别制作这个春夏秋冬四款的香水，那每一款香水的风格气味都不一样，那是老师特别去做调制的，那是这次一个非常的设计师商品的部分。现在所看到的呢，其实是木下呢，他为那时候的一个白葡萄酒，好，他所做的白葡萄酒的一个长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海报的部分，以及这个是他为是一个白香槟，啊，香槟酒所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海报。我们这次当中，他们里面有一样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酒，他也为酒商去做过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包像香槟酒啦、白葡萄酒。那这次我们也特别做一个木下的限量的所谓的纪念的一个红酒跟所谓的高粱。那这个话来讲，我们的限量是1000瓶，然后每一个都有编号的。好，它是一个限量的一个商品啊，那很多民众呢，事实上他们讲说要买商品要买这种限量商品，未来会增值的。也的确哈，因为其实这个限量商品就只有否这次台湾这次木下大展，你真的就算回到了捷克去，也并没有这样子的部分，所以它是每一个都很 unit， 都只有一瓶而已。然后这个是木下本身他所那时候为当时的一个饼干厂商所做的那个饼干盒啊，那等会我们在那边也会看到他饼干里面的内包装啊的铁罐的部分。那在这边来看到的呢，事实上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饼干盒的那个罐子。好，饼干盒的一些罐子的部分。好，那到现在目前来讲，其实现在看起来一样都是非常的一个精致的部分。然后这是针对他所做的那个纪念餐盘的啊盘子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呢，我想各位或许常常看到欧洲，我就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两个都是我们的饼干盒。
饼干盒。所以我们事实上在我们现在这次的文创商品当中，我们一样同样有所谓的饼干盒的设计，有香水，有葡萄酒，各方面这样的部分。那我们刚才其实在里面看木下的时候，我们其实常有看到很多饼干盒。事实上呢，这次呢也特别把水木下的一个作品呢，用饼干，事实上这是一个饼干盒，那现场它是一个食品，它可以吃的，好，那把它衍生出来。那另外除了像饼干之外呢，像这是非常可爱的什么坚果巧克力，好，但是呢，各位你可以发现，其实它整个的一个外包装、一个包装呢，是整个木下的风格。巧克力吃完之后，你还可以把它典藏起来，好，放你喜欢的各种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点心之类。那当然，各位可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巧克力，好，我想你喜欢什么样的木下风格，包括它的成名作品，好，基本上呢，好，我们想这边那包括像牛奶糖。而且这个牛奶糖，我讲说，我们其实各位呢，你把它里面的牛奶糖吃完之后，这个是一个铁硬盒，你可以自己把它做很好的保藏，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保存盒的一个部分，是非常好去做一些不同的运用的一个部分。